八点半到深圳来哦。开吧开吧。你那算用币哦啊？因为律师翻咗五日工，原来律师都系翻六日工，都系俾人闹。哦，系咯，我要，系分账，我哋嗰阵就时间先一阵头咯，嗬。头先我哋咪呢度来嘅，系啊，东湖我知，不过去嗰度经过系嘛？唔係，我諗住試下朋友介紹嘅有風味啲嘛，你喺海鮮批發隔離啊，應該又平又正啊嘛。佢嗰啲海鮮咧，大多數都係批發俾嗰啲酒樓啊咩嘅，佢、絕對唔會批發俾嗰啲食鋪、餐鋪嗰啲鋪頭啊咩嘅。呢度成條街都係食嘢噶啦，一條街都食海鮮。攞咗啦，呢条街就系、是哦、你行入去。你讲直定横啊？直直呢条啊？呢条。哦，得好。你去华盛啊，宝发两间都算 OK 嘅。华盛华盛同宝发。初门大把人，多人去嗰度食，梗系好食啦。